白牙 ，OK， 不是白牙，这个是咖啡色，再来黑色，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olive green 啊 ，OK，olive green 四个色，价钱只是82零几一套啊。短上衣加这个长的半裙，82零几，裙子是整大腹那么一大腹啊。它只要四十一，很值得它。因为这样子上衣是59，半裙是60多，甚至有些到70多。现在一套只要82就可以带走了，非常很少哈、啊，好像每个色对很少。大概是4到5件啊，每个色只有4到5件一样啊，就是就是给我们特定回来给你们的一个优惠价 ，OK， 82零几带走一套哈。裙子是属于这样子长的，其实你买了你可以分开穿，裙子你可以配搭其他的款式上班穿是没有问题的 ，OK。裙子是整大腹那么一大腹，先生您啊，它裙子这边是纽扣啊。它所有的纽扣是可以开的，可是你不用怕不包纽之类的，是不会啊 ，OK， 是不会的。对，这一套啊，平时是 SML 的都穿得到 ，OK， 上围是可以到104/182火上衣，那么裙子的腰围可以到84，然后下半身是 play 哈。OK， 整件裙头是 rubber elastic 的，前后都是 rubber elastic， 左右两侧有口袋，然后纽扣是开得完的，可是没有必要去开它，因为你穿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套起来就好了。OK， 上衣的话呢，上衣没有太多小细节，小 V 领蝴蝶袖啊，上围属于一个蝴蝶袖的裁剪，然后腰间这边是这样子有 rubber elastic 的，不用怕会走光之类的，是不会啊。你看 armpit 洞是不会啊，不会看到你的内在美的，就对了。它上衣属于一个比较短版的 ，OK， 裙子呢是属于一个长裙的那个版本 ，OK， 整体拉起来它是属于一个这样子 flare 的，转后面。后面是这样子的就对了，我和助理都是穿着同一个尺码，来把裙头拉开，你看啊，还可以撑多大概半个我出来啊，它的整件裙头是可以 rubber elastic 的就对了。哦，你想要一下子啊，给我喝一口水先，我头很痛啊，一下子。哦，不如你想要穿起来比较显白的话啊，带走我身上这个 sand beige 啊，它不是白啊，我身上这一个颜色是 sand beige 就对了 ，OK。来，我去换咖啡色给你看先。所以说这个一套只要82 ，OK， 显瘦的颜色就是黑色哈。记得它裙子前面那一款纽扣是生动的，它是可以开。其实你们就没有必要去看。对对对。其实我们会 mention 让你知道那个纽扣它其实是开得到的 ，OK。来这个啊，可以显瘦的话，肯定是黑色。虽然上衣是短的，我就觉得还好了，因为你这样子穿的话，就不会说露马甲是露不到。OK， 显瘦选择我身上的黑色，穿在我身上腰啊上有空间，然后上围一样有空间，然后是属于一个大 flare， 还有就是裙的腰围一样，我拉伸是有这么多的空间。所以说，如果是平时 S M L 的都穿得到哈 ，OK， S M L 的顾客没有问题，我这一套82而已啊，是一个长裙的长。只要82号，各有千秋啊！每个色，你看，对，咖啡色也是很好看。所以说，主播身上的个是咖啡色 ，OK， 可能你两个色可以二选一吧。咖啡和 olive green 啊，对对对，二选一哈。裙子现在讲的是整大腹啊，下摆裙子，裙摆是属于这样子大 play 的裁剪就对了 ，OK， 所以 hip。没有 hip 提供 hip 的尺寸，是因为它的那个是 flare 的，然后左右两侧有口袋，属于一个空气棉的那个面料，空气棉面料啊，今年很流行，很多很舒服啊，很舒服，然后是大弹力，就是要冷冷非常凉爽的一个面料来的。可能也是因为天气热，所以顾客很喜欢这个面料，因为它整件面料是滑滑、凉凉、冷冷的就对了。OK， 只要比较性感的颜色，会是这个 coffee color coffee。刚才那个 sand beige 整体穿起来就特显白 ，OK。来，我去换这个 olive green 给你们看一下。
气的带走我身上这个 olive green， OK。其实这一套呢，上班穿没有问题啊，因为它裙子的长度有在那一边。记得它看纽扣啊，前面纽扣，然后旁边这样子是开个小叉，基本上是看不到了，是我把它这样撑开啊，你才看得到，因为它纽扣是到这一边而已。对，加上很大幅，它不用担心说你坐下去它会撑开，对了，是没有可能它会撑开哈，这样这个款式哈。OK， 有口袋，左右两侧口袋是方形的，想要帅气的颜色带走我身上这个 olive green， 所以现在注意讲了 ，olive green 和这个 coffee color 它有一点同色系这样子，你可以这两个是二选一 ，OK。来，我去换黑色给你们看先。最显瘦的颜色就不用多说了，一定是黑色了。OK， 这个款。颜色 black sand beige olive green 还有 coffee 哈，显瘦选择黑色哈。OK， 最显瘦的颜色黑色。我和助理都是穿着同一个尺码 ，OK。所以说这一件平时你是 SML 都穿得到。来，主播身上那个最显瘦的颜色黑色 ，OK， 黑。Olive green 比较帅气的话就有这个 olive green， 再来比较性感的颜色就有这个 coffee color， 另外一个浅白的颜色就是这个 champagne beige， 不是黑，这个不是白啊，这个不是白啊，是 champagne beige， OK， 可是 KSC 83，价钱是8209而已啊，一套啊，叫不然妈几点了还不去睡觉，什么？你妈还没睡觉。OK， 下单打扣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怎么取舍那个颜色呢？可能说想要浅白带走这一个 sand beige 吧。OK， 这两个色比较接近的是dark coffee 和这一个 olive green 啊。OK， 这个olive green 二选一，它是比较同色系的，就是off color。再来显瘦的话就是黑色 ，KSC 83，价钱是8209而已。一下子Joanne 是一套的哈 ，Joanne 一下子啊 ，Emily 你的腰带你讲没有收到 link 一下子啊，这个是一套啊，上衣加裙子。好的，Emily 你的是一套装 ，Olive Green 留了，然后腰带你要拉贴好了，好的。8209，妈，中午今天我打电话给你要接，然后你们在看直播间啊，不去睡觉。来换下一个款，下一个款来个短裙先好吗？啊，套装都可以。